上位議員。主席就我繼續講翻呢個嘅體育方面嘅問題。頭先咧就因為陳志全議員提到呢個嘅教育方面咧，就轉咗批評呢個嘅即係教育嘅議題。頭先我講到有關呢個嘅港協同奧委會嘅老化嘅問題，同埋即係嗰啲制度嘅問題、選舉嘅問題、東澳個例子咧，咁我簡單總結東澳個例子咧，就其實。即係講到啲體育界嘅高層咧，你帶隊領隊即係竟然咧係侮辱呢個出賽嘅運動員。咁當呢個嘅運動員有關冇隊醫方面嘅投訴嘅時候咧，黃敏光竟然批評即係話呢個嘅運動員咧係揾藉口，佢就話我也曾是運動員，運動員成績欠佳，想找原因來分攤亦很普遍。即係當時呢個講法令到體育界裏面嘅人士咧係極為呢個嘅憤怒嘅。即係當時呢個嘅冰聯嘅主席葉小燕咧係直言就話佢自己帶過好多屆嘅東澳即係嘅出團咧亦都曾經要求港協要求軍醫隨行咧，但一直不得要領。佢更加話要求都冇用。港協從來沒關心運動員的需要，所以這個指控、這個指責是極為這個的嚴厲。即是如果有關活動的負責人對這個的港協方面的領導人有這麼強烈的批評呢，明顯是這個的組織在關注運動員的權益方面呢，必然是有重大的落差同埋有重大的缺陷。咁所以即係基於此呢，就我哋必須呢係要加入反對。同埋想提多一點呢，就係從東澳撥款呢，我哋都睇到有啲嘅問題嘅。今年嘅東澳呢，雖然冇隊醫呢個嘅陪行呢，但係醫療嘅開支呢是高達35,820元的，是比上一屆是超過一倍。雖然這個的俄羅斯索契那方面的物價和加拿大，即是2010年東澳加拿大溫哥華比呢，即係相對地嘅物價係偏低，但係個費用咧係大幅上升，而呢個嘅食住嘅開支咧，亦都係高達呢個130,000嘅。咁同加拿大東澳比較51,000嚟比較咧，亦都係增加。所以整體嘅即係開支大幅上升，但係喺必須嘅服務方面咧，特別喺呢個嘅隊醫方面咧係缺乏。咁呢個問題咧係令人關注。咁另外有好多嘅評論就話呢個港協同埋奧委會呢都係黑箱作業，係咪政府方面都缺乏呢個監管。咁呢個大家都清楚知道啦，有啲權貴之間嘅關係啫，互相吹捧，係咪你以呢個霍振廷嘅江湖地位佢同中央之間嘅關係，特別正如頭先所講到呢個小圈子嘅選舉，特首嘅選舉又要靠呢班人，功能組別的選舉這班人又有一定的控制能力，所以變到政府的高層在這些問題上哪裡夠膽會得罪這個港協和奧委會，即不要說即霍振廷的江湖地位，你看回這個盛世基金，即有一些的我們這個議事堂裡面一些的權貴都數以百萬的開支都可以這麼和稀泥批准，和個審批可以這麼粗疏，咁你諗下對呢個嘅港協同奧委會嘅監管，政府邊度夠膽得罪呢一班權貴啊？咁所以即係你話要靠政府呢個監管嘅，基本上係靠一個嘅啫，就係呢個嘅審計署。咁所以呢公開要求審計署呢就好似審計呢個嘅盛世基金咁呢，關於即係港協同埋奧委會同埋所有不單係港協同埋奧委會，所有政府資助嘅體育總會都應該作一個全面嘅審核。
深入咁樣咧去查數，即係了解呢個嘅公帑嗰個嘅使用咧，即係咪俾嗰啲人咧當係好似自動提款機咁樣咧，係隨意呢個揮霍。嗱，咁所以即係有關呢個嘅，除咗財政嘅問題咧，選拔嘅問題亦都係一個歷年爭拗同埋歷年咧出現呢個嘅醜聞嘅地方，好多係選拔不公咧，導致到好多體育會嘅爭拗。咁其實都唔少團體人士揾過我，即係呢個反映嘅，係嘛？即係過去十多年咧，我自己處理呢啲問題，即係聽取呢啲體育會嘅有關負責人，同埋有部分咧係選拔不公而感覺到咧係呢一個嘅不公平對待，而係最後被呢、這個排擠出外嘅嗰啲嘅市民咧，即係你聽佢哋嗰個哭訴咧，你覺得成個呢個體育界咧都係腐朽不堪。咁啊，較為明確嘅例子咧，即係其實數嘅例子係數不勝數，我唔詳細。即係我過去處理開啲例子數啦，我只係想講兩個，即係我自己親自處理嘅經驗嘅個案咧，即係同埋報紙都有廣泛報導嘅個案咧，同大家分享嘅啫。一個就係09年柔道總會，即係嗰個嘅選拔啊，咁被呢、這個即係當時咧有翻嘅爭拗咧，係引致到呢個柔道學會嘅會長黃柱光咧成立呢個體育苦主大聯盟。咁呢個主要就係有關呢個嘅選拔呢，就係即係贏到金牌嘅人呢，竟然唔能夠入選呢個港隊出選呢個東亞嘅。嗱，你見到即係海外好多，特別美國，即係嗰個嘅選拔制度呢，唔理你先前攞幾多冠軍，但係喺有關嘅賽事之前嗰個選拔賽，或者一個指定嘅公開賽，如果你在那個賽事拿到冠軍的呢，就必然是會入選代表美國出賽奧林匹克的。那他有些機制很明確，即是不會再有另外的行政操控啊去改變一些理由。好像剛才所說這個的港協的奧委會那個的選這個的一些的職位呢，可以選舉前改變呢個章程，明明話明有兩屆經驗至可以參選，突然間就改咗一屆，咁就俾佢啲嘅權貴嘅指責咧，可以直接呢個嘅入圍。咁呢個選拔制度嘅欠缺公允，可以話係香港體育界一個弊病，係嘛？咁好多時點解唔定清楚？其實好容易定嘅啫嘛，啊，譬如你選舉。啊！區議會又好，立法會選舉又好，好清楚。最高票當選咁好清楚啦嘛，係嘛？咁你同樣就係、是、喂，如果你係代表呢個嘅香港出選呢個奧運，或者出選呢個嘅亞運，或者出選呢個嘅即係世界有關嘅賽事嘅話，你可以好明確清楚定一個客觀同埋大家都認同嘅制度，而係呢個制度是公開的，而有關的執行是公平公正的，那就沒得拗咯。但是每年這個的選拔都出現這個爭拗，同埋最後回到它的結果同埋所指責，必然是被選拔那些人是某些團體的一些的有關係，或者即是有親戚關係，或者是有密切關係的人，往往都是這個裙帶關係。這個我經常批評就是這個朋黨啊，那個的關係呢是凌駕這個公眾的利益，即是是經常出現的這個情況。那就另一個例子就是劍擊方面，那這個即是在這個劍擊有位選手被排名世界14名的，是吧？但11年呢被這個的劍擊總會說他因傷呢就落選。喂，亞運咪上次呢個冬運嗰位選手都帶傷上陣啦，係咪？咁有啲人即係嗰個傷受傷都仍然可以有好傑出嘅表現㗎嘛。我哋睇世界盃成日都見到啦，有啲嘅球員帶傷上陣，趌下一樣射得入波，係咪？咁所以即係你咁主觀話佢因傷而呢個被拒絕嘅話呢，呢個係絕對絕對唔能夠接受。
咁而呢個體育會之間的問題嘅眾多咧，亦都即係啊，今日未能夠即係一一引述啦。咁啊，即係過去我自己睇翻啲總會之間的運作咧，亦都係有關嗰個嘅啊啲章程方面嘅欠透明度啊，欠缺民主啊，欠缺呢個嘅客觀嘅準則啊，都係導致到體育會嘅啲總會嘅腐化。啊，同埋咧，即係出現好多不必要嘅爭拗，係嘛？最大一件事就係呢個槍會嗰個嘅爭權嘅問題啦。咁基於某啲嘅總會咧，即係嗰個嘅章程咧係即係好奇怪嘅，係嘛？譬如呢個以前槍會咧，佢係由兩個會嗰個組成，咁最後基於一啲嘅人事嘅爭拗咧，即係最後打到上法庭咧，而令到其中一個嘅總會咧係喪失咗嗰個嘅會員嘅資格。咁所以即係你如果仔細睇翻各個嘅情況，每一個會之間咧之中咧，其實都有唔少嘅問題啊，包括組織啊、財政運作啊、人事管理啊，係嘛？咁同埋最經即係最呢個嘅普遍嘅舊病嘅咧，就係、是、外行領導內行。咁呢個情況喺好多總會都係嘅。啲總會即係我都多次引用例子、就是，你睇翻即係外國啲即係體育總會咧，都必然係喺嗰個嘅體育項目裏面有傑出成就嘅人士咧，係擔任高層嘅職位，係嘛？即係譬如我成日用個例子，當年德國足球係畢根巴豪負責，法國係呢個帕天尼負責，係嘛？咁你香港唔係喎，香港帶領呢啲球隊嗰啲，帶領呢個嘅足總嗰啲，我都未見佢踢波，都未見佢踢過波嘅，係嘛？咁其他嘅會咧，好多都係咁樣樣嘅，啊，即係負責呢啲會嘅高層領導人，特別啲會長，特別一啲重要嘅職位咧，絕大部分都係啲工商界人士。咁佢對嗰個體育可能好喜愛，係嘛？咁但係即係個認知有幾多咧？你既然自己都唔識玩嗰個行業，你都冇認真玩個行業，點解你會咁有興趣做嗰個會嘅會長呢？咁又係呢啲要攞分銜，係咪要威啊？即係出到嚟咧，即係有啲機會俾佢可以呢一個嘅喺社交圈子啊，或者喺呢個嘅啊國際上咧，有啲嘅名譽嘅職位咧，等佢可以啊，即係展示一下。咁好多時。即係呢啲嘅組織啲高層負責人咧，即係往往咧就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咁運作欠缺透明度啊，內部缺乏民主化，選拔機制欠缺呢個嘅公正嘅準則啊，呢啲咧係必然，同埋呢個咧係多個團體即係普遍存在嘅現象。咁所以呢方面呢，我唔再詳細解釋啦。呢度呢，主席，我有成即係十幾頁紙呢係評論呢啲問題嘅，寫咗好多文章㗎喇，過去都同埋好多意見書呢俾咗政府。咁有關呢個組織發展呢，亦都有不少人建議將呢個嘅港協同埋奧委會呢應該要兩個分開，其實兩個應該獨立運作即係你一班人繼續操控曬一切嘅話呢，呢個係極為即係荒謬嘅做法，因為兩個職能其實有唔同嘅。你將港協奧委會兩個結合埋一齊嘅話咧，即係必然使到呢個嘅貪腐嘅問題咧，係同埋頭先我所講連串嘅組織嘅問題咧，只會繼續呢個嘅存在就算唔惡化咧，都睇唔到佢有乜嘢機制，有咩因素咧可以令佢咧係得以呢個嘅改善。咁就我稍後咧就會就翻另一個嘅修正案247咧，係削減民政局。全年現算開支15億，即係700多萬嗰度咧，我一陣間會再作呢一個嘅評論。政府官員要否就呢一項辯論嘅修正案發言？政府係冇回應。如果冇咧，我就會將餘下嘅時間繼續